新社区啊，新成立一个太古团，那也有三位外国朋友来参加。那外国朋友啊，那虽然是语言不是很通啊，但是啊，我们透过肢体，那还有一方面是用最简单的，就是动物教学法，好，那加入一些口诀，那不管是男生女生老少各种年龄层都可以很快就可以吸收，那包括外国朋友也吸收得很快，那大家打得很开心，那因为有外国朋友加入啊，大家也更有精神，因为他们就是很有活力这个样子。好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雷友。 Hello, my name is Patrick. 你好，我叫高纳黑妹妹。对，我们是在学泰古课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去看一个表演，所以我们都觉得哇，那个很厉害，很好听。所以我们觉得，因为台湾的文化有这么丰富的一些事的乐器，所以觉得我们可以上这个课，可以多学一点台湾的文化，这个非常好玩。